谢谢老师哈、哦，贴心的安排啊、哦，谢谢老师。哎呀，赞！听见没？这个刚刚不会烂，不会烂，烂吧？到这里落地的。啊，好了，那昨天的意思讲的是这个，今天也来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听说这个哈，听说这个有壮阳作用，懂的懂，可以助兴。我再多软趴趴软都懂。谢谢。咩啊？我是妈妈的。黄色。哎呀，过来。哎呀。来。来。谢谢。刚才吃下去底下有好吗？有。他说你在做什么枪？做什么枪？做什么枪？妈，我不讲，我不敢再这样。妈，他很讲电波助理的，他叫助理的。哎，来来来，宝贝，恭喜啊！啊，我们第五天了啊！我们来到绍兴，就喝喝绍兴王酒啊！好喝，来，酒三罐了，酒三罐了，好了，好好好，好香，好香！我要买回家。就端起来敬大家一下。今天是第五天的晚餐哈，来啊，大家用餐快乐了哈。谢谢啊，好了，谢谢。哎，这几天呢，玩得很开心。玩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呐，但是大家开心就好了啊，好喝喝啊。不要给他。按照你的模拟啊。真有。有你的魔都心，你又拿油纸我呀？你不要油纸，拿起来呀、啊。这班不也有？是的，是的。如果是在旁边，可以看的。如果你，如果以后呢？那个，你说。啊，你让这个很好。好了，太感动了。来来来，哦，来来。哎，今天刚好今天是今天哦。来，自己不是说连续三天做生日。我一直以为是昨天，还有我昨天跟他唱生日快乐。现在唱一遍。好，请阿正发给他。我只会说祝你生日快乐。阿姨这个也放电脑，你朋友天地良心。阿姨都是很快呀，还是阿姨快呀。按照这样没去办。有没有小伤？这秘密不能说啊。来谈个五百江峰哪讲？哎呀，五百起哦。有给你的料真的。讲个呢段来啊，叫全部模式多啊，同文章讲，佢话唔知聊紧咩事。一到文章讲，应到诶张老师讲才对啊。啊，模式都到文章讲，应该是应该对嘅。你挨连连看，真没人点吧？阿成哥，啊，哎，张老师来来了，哎呀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今天才是真正义凤的生日，就是人寿之板状啥音，副板状有发音。那我来发音啊！啊，最好最好。哎呀，你再走啊！再走啊！三四。祝你！你们爱播音了啊？没有做来了。好了，那只有你一个唱啊？不会啊，他们也会唱。你要唱这个只有你。不会唱哎，你就照那个黄梅调的唱。是我。来来来，忘记啊。三四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。是黄梅调的，是黄梅调的。山有山有船，有哪有这样子的？你晚上呐？哎，我们要唱再来翻的，好不好？唱来哈！我现在还不来，来来，我来，来来，唱客家的。来好，好。好，我是班长。来来来，木咪咪。爱郎。
不是，太熟练了，很熟练了。不能说平安号，五号会紧张。那买造型衫。哎呦。哎，来了，太难考虑多了，我难了一眼。咩？哎，你客家有没有唱客家的咩啦？唱粤语客家好唔好？终于上一块了。对不起他，多谢寿星，寿星呐，谢，赢了，送对的动作对，已经是硬按不成，我没办法回答，他已经按不成，没办法回答，谢谢，好好把握，把握机会哦哈，对，最后一个，对啊，最后一个晚上没把握好就没机会。明天晚上还有一个晚上，明天晚上还有一个，他不要说上面唱，要把握机会啊！哈，很开心的哈，是好，好，多谢本人。哎，那坐，好，我让先生拿麦，就差一点，有，没得两，一只加油，两五条。两条麦，但是还大了，太多了。三十几岁啊，我五十几岁，三十几岁。大家一起来，来，生日快乐啊！用三个。再摸一下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。来，你真的唱生日快乐。来，鼓掌。来，我来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你看你
长山，你懂桂林没有去啊？桂林，桂林了。桂林啦。长江三峡。哎呀。黄家家。懂桂林。黄家家。听到想去赶紧的，因为长江三峡普通来嘛。咩？你好。哎，摸摸，陈威养业，陈威当老板开始进来，因为去以后他这个很快。我们这一票人哦，大家都玩得很开，有老师来指导，过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们这古董是谁呀？这个业主，这个业主，对呀。其实我们去昆大利也是老师在精心安排啊，对不对？谢谢老师的。贴心服务，贴心，非常周到。那大白鹿轮上的老师，两年，大白两年啊。该昆大利的。这个老师爱上一点魔法，你上的。你马上一下我都有。我五月生日。该去大白两年去，该两年新年去啊。新郎。九月四号。那个一平都很好听，那些俺全部都有叫啊。没事啊，我都有啊。你要去吃？没事，没事。谢谢大家。有啊，有啊。爱心，大家的。鼓励鼓励，好哎！谢谢大家。爱关键，天罗那多多眼睛，何必我掏三宝眼？暗耍几人灯，春风又不见，相亲何必为难难可怜？哎，好。没关系，一段也好，一段也好。唱的，唱日本国语还唱不是？唱台中国台语，哪个词在你唱？讲无言无言，大家来祝贺，小姐你几岁？好大了，好大了。去过考我了，你进哪届？进的呀，进的，进的呀。哦，忘了我考了个很强吧？要进的吧？进的，有两三批。嗯，替我按着考的，放下，放下。要是没收钱了，下了款。